谢谢。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，二位说的也很好。铃铛鼓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关于这个铃铛这么一个故事拼凑的这么一个作品，其实呢这都是老先生琢磨的，后来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给他重新改编了一下，取之糟粕，加入了一些个更有糟粕的东西。二位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呢又把他换上来了。哎呀，换一场，沉痛的隆重的跟大伙儿，你告别是怎么样？隆重的，好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。介绍我，他叫孙悦，哎，是我，孙老师，您老师是一支相声演员，说得很好，别论支啊，论位是一位相声演员。说得很好，您夸我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您客气，那是郭德纲。说他干嘛呀？您也不错，夸我，口齿也很伶俐，是吗？表演也很大方啊，您瞧出来了。打小就喜欢相声，打小学，后来一直在学。对，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。对，跟这个相声没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，对，我小学毕业多大？23。合着我的青春你做主，我们做不了主。不是你说的23吗？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，对不对？这不轰动了北京城。这不完了。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。人家上一圈都回来了，我这还等着他呢。对。我怎么那么耐心？我反正后来就毕业了，还是毕高中，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，对，到现在说相声，是是是，说得很好，很幸福，大伙儿啊都喜欢听您相声，那是，往这一站啊，压得住台，你这话说的，压得住台，就是能镇住台，多好的演员呢，是吗？而且人家家里还有钱，哎，家里的富裕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。哎，一样，就是为了玩，一半，跟我不一样。您怎么？完全是为了生活，我为了糊口，为了一口饭吃。哎呦，打小家里穷啊，这是生长在农村，农村来的，对，嗯，农村的撇县，嗯，非常的穷，什么县？撇县，对，您是地球人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撇怎么写？不会，对。就是拼音，好家伙 ，GPS 找不着。哦，对，没有地图都没有，您这还 GPS 干嘛？下线。哎呦，我们村很穷，是吗？打小我就是一个有志青年。这还有志青年呢？啊，你应该见过我那个志。我是有志青年。我不是您问的是内志还是？还是外国？什么痣？你什么痣啊？在我后背上有一个黑色的小点点，痣吗？看看。叫矜持好吗？在您后背上有黑色的小点点，你忘了咱俩同一房间？哎，我瞧你后背上、啊。又不瞧这个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没有见过你的后背，没有。我见过你就可以了。有志青年啊、哦，我想出去奋斗，是吗？太穷了，你得有志气。我们村很多有志青年，哎呦，都去外边打工去了。你这是病吧？有病啊！都有志，出去赚钱去了。哦、有的出去半年，哦，赚了8000多回来。半年8000还行。有的出去3月。啊，赚了10000多回来，这回挣钱呢？有的出去3天啊，挣100多万。哦，这也挣这么多呀、啊？回来就毙了，抢银行去了是吧？啊，那好，怎么能挣这么些钱呢？真是有志青年。那当然了，这么些人都出去打工去了，啊、都能赚钱。对，我怎么就不可以呢？你也像啊，我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伙子呀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呢？看小点点，有志青年，想出去奔去。终于有一天，我
我的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儿，要跟我说几句。干嘛还终于有一天呢？就没理过你。嗯啊，要说你村都有志也不好，不知道你还是自己的。要跟我说几句。小王，小王，那个什么口音呢？这是河南啊。哦，这什么县呢？小县，小县，河南啊。可不是你们到的吗？河南小县。小王，小王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嗯，小什么意思？就儿子，儿子。走开。我都过去问你们了。行吗？出去转一转吧。啊，转一转吧。出去打工吧。挣钱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呀。那老头他们都知道。外面出去转一转，多省点钱回来。是。好让我在这个村里。怎么样？抢女把女，抢女把女，抢女把女啊。这老流氓啊，这是。什么叫老流氓啊？啊，抢女把女没别的事儿干。应该呢。抢男是不可能了，我对不对呀、啊？男的都毙了吗？这不是，村里就老头一人了。好，我为了完成我父亲的愿望，哦、我决定出去闯一闯，去老头挣钱去呗。准备我的行囊，又还有行囊呢。哎，穿上我的裤子。准备行囊？您穿上裤子，在家不穿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这话里话外扣的就是不穿。你这样吗？不穿，哎，是吧？那你得穿上裤子。我们一家人就一条裤子，谁上地里干活谁穿呢？哎呦，这一家子就一条裤子啊！上地里干活穿啊？那你穿走了他怎么办？这地不就光了吗？那我没有想过。哎，我劝你啊，你出书完以后再出门。然后带上我的茶盏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家里都穷成这德行，你还有茶盏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有那点茶叶，你弄点茶鸡蛋卖不好吗？你还卷着？什么？不是茶盏吗？对呀、啊，茶叶那怎么都，那叫消暑那玩意儿。茶盏？对呀、啊，茶叶呀、啊，棒茶盏。哦，老玉米磨成棒茶啊，弄一盏都行啊。那不都忘口的粮食吗？饿了能吃，困了能睡呀、啊。那就是粮食，还茶枕，跟枕头差不多呀。没听说了，不茶枕吗？不是枕着他呢。啊，真能搅和。穿上我那双疑似鞋，哦对，准备出门。等会儿等会儿。什么叫疑似鞋？像是鞋，其实呢不是鞋。没有底儿。对对对。我们家有面没有？那有什么呀？两根带儿。哦，那是芭蕾裤呗。什么叫芭蕾裤啊？两根带儿系脚面啊，人家怕谁跑啊？怕脚跑呗。哎呀，会聊天吗你？没事，我这纳闷儿的，取笑我们穷人是不是？没取笑，真没有，就发自内心的。准备好了我的行囊，准备北上。您等会儿吧，您好就光着膀子就出去了是吧？您上身光着呢，我没说吗？我上身穿了吗？上面有个吊带。没听说，那好看的吊带，是把鞋都滚在上头。晒背身。晒背心儿，什么样啊？这不背心似的。其实呢，不是背心儿，就跟背心儿似的啊。其实光着膀子，没有两个带儿啊。这儿有两个带儿啊，太阳晒出个印儿。有印儿就两个带儿，这就背两根带儿啊。您这长得什么了？都长。多精准的你做的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不是怕你吃亏吗？像您这个多宽的袋儿的，
我们有赛背心啊。赛背心有背心不跑还赛干嘛？北上，穿成这样北上。哎，对了，哦，来到我们北边的县城。哎，你等会儿吧。到北边县城叫北上啊？你也没出过远门啊你？从垮县坐火车呀。跟字典都没有，那儿没垮线。哎呀，坐火车到北京，到北京了，找工作，找吧，又叫求职啊。对对对，四处寻觅我的工作，找吧，我的工作在哪里？是，抬头一看，怎么样？中国银行。嗯，这边你不是习惯是吗？进城先问银行是吗？抢完好回家，怎么说话呢？不是问银行干嘛？找工作呀。你上哪儿找工作？万一有呢？万一有不了你这样的，能有什么？我就进去了，找工作人员问一问。还找工作人员？同志，你还是同志？那边有行章不要吗？你给枪毙的工作多了，你把根儿也断了。人家很客气。怎么说的？不用。出去。哎呀，这是客气。打银行出来啊，抬头一看，是中国邮政，净这大买卖。这得去问一问，去问问吧，同志。嗯，那要中菜不要啊？中菜啊，人也很客气。出去，滚蛋！哎，这比那好听。你看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没有滚。哦，这菜画鞋丢了。我走出来的。你光着膀子多扎得慌。我再一看啊，哟，这家不能进，为什么呀？啊、得换一家。往前走，还等你等这家，这家为什么？不适合我干。不，你能瞧出不适合你干？对了，哪儿写的？因为我太胖，像你这个得让人打死。你胖这机构？那是啊。什么买卖？上面写的呢？写什么呢？字儿？中国人瘦。哦，中国人太胖了，知道吗？你得让人打死。你断开念呢？那中国人瘦，知道吗？对，中国人瘦啊。哎，好，您都说不明白。瘦就保险了吗？哎，中国人寿保险呢？啊，寿就保险了吗？哎，骂人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对对对，中国人寿还保险，不要脸！您呀，多上着学着好了。换一下怎么了？哎，不在你这儿工作。那是。后来经过一个朋友介绍，你等会儿我去。你还有朋友？对呀、啊。这是谁啊？我们村唯一没有币的男丁。唯一没有币的男。能救你爸爸？还有别的朋友？哦，不光这村，不光你爸爸一人祸害。怎么说话呢？还有一个男人啊，哦，给我介绍到一家保安队工作。我这是村里的卧底着呢。什么卧底啊？你不是抢银行做保安队的吗？做保安，有一个培训基地。哎，这培训你啊，我们就去了。哎，先填表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表格。填表啊，嗯，籍贯，籍贯啊，写哪儿？你该写哪儿写哪儿。让我很郁闷，写拼音好像不老合适。嗯，可能不太合适，就写闯线旁边吧。你觉得这合适是吗？也不老合适。废话，反正你填一大个旗，你写地球上吧。人家也没有仔细看。哎啊。去见我们队长。哦，还有队长。我们队长就问我得管你们的。小伙子啊，你哪人呢？问你哪人。队长啊，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不太会聊天。哦，问人吃没吃饭啊，就觉得这是一句客气话。我这客气话。多大了？你吃了吗？不会说别的。家里还有谁呀、啊、嗯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哎，队长，我走走来，不跟你废话了。是带着我到宿舍啊，我们宿舍住在五楼，够高的。哎，没有一个屋里啊，六个人，一屋六户，哎，三个上下铺。哎呦，给我分到了上铺了。哦，您在二房。嗯，我下铺呢还有一哥们儿，我还一人，互相介绍一下。哎，得认识一下。哪儿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对，我是甲县的、嗯、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？是，得互相的介绍一下。对对对。然后就睡觉了。嗯，第二天训练呢？哦，是，介绍完就睡觉。嗯。上那个上铺睡觉，是把这个疑似鞋摘下来。你这摘什么疑似鞋？把袋退下来就完了。把袋退下来、嗯，把我那个袜子脱下来。等会儿。
哦，滚他拿袋捆着袜子，呵，这招高了，袜子大扣就是不行，把袜子粘下来，放到这个暖气片上，干嘛呀？冬天呐，哎呀，让它干一干，第二天还穿呢，还得穿，我就放那儿，还干一汗脚似的，我就上去了睡觉了，没有三分钟啊，吓唬的哥们儿疯了。怼我的这裤板，干嘛？孙子，给我下来！洗脚去！哎呀，脚太味儿！大牙，洗脚，洗脚，哎呀，气！你这还行，洗脚的呀？哎，什么叫洗？哪儿不洗脚啊？你不洗脚啊？啊，好家伙！第二天，穿上我的袜子，还穿呢？那得穿着呀！哎呀，出去训练，呀，穿着袜子，踢不走，啊，哎，啊，正不走，还正不走啊？后宫翻，前宫翻，这能行吗？那个，你教我后宫翻怎么翻？不说别的，你来一个正不走，我走不了，为什么？我没练过。那不行啊！为什么走不了呢？你们训练了，因为他踢着肚子了。哎，不是抬多高的腿啊！我得肚子噔噔噔噔噔噔。天天训练，天天训练比较辛苦，朋友们。哎呦呦，特别的累，是吗？到了第八天，训练都一周了，我找我们队长去了。干嘛呀？得问问问什么呀？队长啊，厕所在哪里啊？啊你再问一遍，队长都不相信了。厕所搁哪里啊？这位朋友啊，你父母得多缺德呀！怎么呢？怎么生孩子没？怎么回事啊？还真带着父母净抢女霸女的，都笑话了啊！厕所有，厕所搁哪里啊？哎呀，去去去去，哎，上来了厕所，二屋休息了，哎，就太累。队长呢，就上我们屋去检查去了，查查宿舍，检查宿舍，看看有没有抽烟的，有没有喝酒的，有没有打牌的，这是绝对是明令禁止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去我们屋检查，一推门，队长呢愣住了，愣住了。走错了吧？那走错了，这是个房间吗？怎么了？我怎么看不见我的队员呢？哎，我这味儿还没散去呢。好，你们都在吗？队长，在的。屋里上花子，你可来了，队长，受不了，太臭了。忍了八天了，这是。队长一闻。怎么这么臭啊？还闻嘞？啊！哎呦，我这好这一口啊，这是脚臭啊！哎呀，这队长反应也太慢了，什么脚啊这是？哎呀，怎么还闻一鼻子？是那个八天没上厕所的那个人吗？这味儿都散到脚上了。队长，手啊，哎，还美呢，你还活着呢，啊，我再闻闻你脚臭，太爱闻了，队长。队长这么三闻啊，我们屋清静了很多。队长是油烟机，对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对，队长爬起来，我跟我们聊天，能爬起来。
宿舍啊，嗯，检查你们的仪容仪表，还有仪容，哎呀，还咳嗽呢，哎呀，你们都活到现在不易啊，这里边您能半个小时起来也不易，这是谁的被子啊？嗯啊，你看人家的被子叠得多好啊，这谁的被子？是吗？给咱我来喂的呀，准是你的，你看人家被子啊，叠得跟豆豆腐块似的，啊，军队里豆腐块那个，啊。怎么着？真给我扔出去了？哎，这有点欺负人了。说的是啊，没有这么当回事。我不跟他一般计较。是是是。哎，我拿过来继续干。嗯、哎呦，捡回来继续干。转过天来接着训练，还得训练。经过反复的这个训练呢，啊，我发现我自己一个技能。你还有什么技能？跑得快。你、啊？嗯。就你这不还跑得快？那怎么？那是想当初。哎呦，现在学会的更胖了一些了，过去还好一些，过去跑得快，跑得特别快。哎呦，跟所有人比赛都比不上我，没你跑，我一小时能跑300公里。哦，哎，你等会儿吧，啊，你一小时能跑300公里？对了，那你跑3小时，回家睡得不好。哎，也行啊。对。跑着回老家睡觉，回老家是踏实实到的。转天我再来，再看看时候回来。你给我买鞋啊？本身我们没鞋，受得了吗？我骗你的吧？跑跑我。今天跑。哎呦，我发现跟所有人比赛都比不上我，是吗？没有挑战呢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追公交车，追汽车。哎呀，公交车跑我跑。哎呀，公交车停我停。啊，你要挑战？哎呦，追公交车。哎呀，喷泉水。是，终于有一天从公交车上探出一脑袋来，探出一人来跟我说话，说什么？哥们儿啊，哪钱包是你的？我还给你。哎呀，嗨、哎，你们丢钱包了，别追了，行不行？哎，给你来个硬票，哥们儿呀，眼光都放大了。我说我在跑步，嗯，我在跑步。哎呀，也不哪个臭缺德的，什么臭缺德？报了警了。废话，谁知道你干什么？不大会功夫，警察就来了，那还不快？扎。停在我前面了，我发车啊，下来两个警察，嗯、给我开一罚单。你等会儿吧，那这警察怎么了？说我超速了，给人开罚单超速啊！哎呦，你跑的是够快，罚我200块钱三分。还挺有底子，现在我说我没分啊，我也没钱，哎，对，什么都没有，爱怎么样怎么样。哎呦，他说那就给你给再开一张罚单，干嘛开啊？说我尾气超标。这不胡来吗？说的是啊，您哪有尾气？我脚进不进地方全是黑烟呐。您这是跑步吗？您这不是出去散味儿去了？老百姓受不了啊！哎、好，走一路的。我说警察，我没钱。哎呦，爱怎么样怎么样。还你还买鞋？我就是没钱。好，你不是跑步吗？嗯，你追我来。干嘛？追我。追警察，这不是挑衅吗？不是挑衅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目标，我的梦想，什么呀？就是追110，知道吗？您梦想追警察啊？给你们村里人报仇。仇啊！报什么仇啊？什么叫追警察？学刘翔。刘翔，刘翔标的。110米兰的。110米兰。110米兰。我不是110吗？废话，110米兰，这是意大利警察的。别废话，追我是不是？来追我。两个警察上车，一踩油门走了啊！你跑，啊、你跑得过我吗？是吧？唰，后边就追，追警察，上山又后边追。嗯，老百姓看得吓坏了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啊！警察也有害怕的人呢。哎，你们群猴子！警察犯事了。哎呀，你这了不起啊，这哥们儿！追警察，嚯，还有黑烟！哎呀，要赛哪吒？哎，没有，赛哪吒，那多棒多棒！赛哪吒，嘿。追完了他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您把警察追家去。终于有一天给我分配了，培训完分配工作，分配工作，嗯，给我分配到一家保安公司。哎呦，先分到保安公司，保安公司，啊、然后又给我分配到哎中国银行。哦，这不送上门去了吗？这中国银行，哦，队长说了，新队长啊，新队长跟我说让我站岗，哦，老师先站岗，站岗。队长啊，我不站岗，怎么的？我跑步行。
我不站岗。哦，对啊，你跑步行还是站岗呢？队长，我跑步行，我不站岗。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呢？你跑步行才是你站岗呢？队长，我跑步行，我不站岗。我跟你说不清楚了。正说着呢，啊，打门口过去一辆压款的车，运款车，镇远护卫。哎呦，我说队长，你瞧着啊，噌，我就追出去了，追这车去，追运款车去了。哎呦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那帮孙子真开枪了！哎呀，因为你打别人了，你们吓坏了。哎呀，我就趴地上了，是，总算是没挨着枪子儿，躲开了，我就回来了。啊，我队长瞧见了吗？啊，我跑得特别快，跑步行啊，我明白了，是，你是跑得特别快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说你跑步行，嗯，啊，那你别在我们这儿工作了，那上哪儿啊？去林场吧。干嘛去林场啊？逮兔子去吧。哦，对啊，拿你当狗了？这不是骂街吗？哎，啊，对呀。后来又给我分配了，转岗，分配到一家小区，小区的保安巡逻。哎嘿，正合我意，那是逮小偷，巡逻就得逮小偷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哎呦，逮小偷是我的梦想，那是我天天跑步，嗯，绕着这个小区每天跑30圈。哎对，你哪还有镜头逮小偷的？小区里的人都吓坏了，吓坏了，都不敢出门啊！为什么不敢出门呢？这保安怎么还疯了？啊啊！关键是这一圈都太臭了。哎。不敢往外出了，你怎么出去啊？哎呀，我说我在跑步，哎呀，跑步，跑啊，跑步，是逮小偷啊！啊，这么跑不是个事儿啊！对呀，终于有一天让我发现小偷了，这逮着。我们小区里头有个超市，小超市，到了晚上，超市门一关，灯一关，啊，这会儿应该没人了。对呀，打里边出了一人，哎呦，我一瞧就是小偷，那准是小偷。我心想，你跑，跑，你先跑，追他呀！你跑，追他呀！跑到你不能跑了为止。干嘛？我再回家睡觉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怕他揍我呀。哎呀，嗨，你不是为了抓他吗？是不是？你得追。转过天来，哎，转过天来跟我们队长说了，哎，头天没追。我昨儿我碰见小偷了啊，我让他跑了。哎，我怕他揍我。哎，好，但是我的梦想是逮小偷。那队长说，就逮他。对啊，弄死他。哎，很好，队长这不教唆。我说行，队长我听你的。嗯，我就在那守株待兔。哎，到了晚上守株待兔，在等他偷东西啊。守着超市待兔去，晚上。灯一关，门一锁，是人走了，后面再出来人，小偷又来了。我一瞧这小偷啊，我说先跑，先跑，我先睡会儿。哎，你等，你这睡，你追去，我追，跑得差不多了，我撒腿就追，不怕，给他挤到一个死胡同，堵得死胡同里，小偷跑不了了啊！我说跑啊，飞哥，跑啊，飞，能跑过我吗？那是，哈，跑啊，弄不死你。哎呦，小偷说了啊，哥们儿，你让我过去啊，我今后报答你。嗯，好不好？你让我走，求饶！我说不行，怎么的？我的梦想就是逮小偷。哎呦，就得弄死你！那你圆梦，这是我们队长说的。哎哎，逮住你！哎，哥们儿，嗯，不至于吧？哎，啊，求饶！不至于啊！嗯，我脱双袜子值当的吗？哎呦，脱双袜子，要这双袜子给你。哎，你也该换啊！我说不要，哎，我就逮住你！哎呦，一说这话啊，小偷急了。急了，怎么着？好话说尽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让我走是不是？啊，说着话，小偷从裤裆里掏出一菜刀来。哎，裤裆里掏出一菜刀啊！不，我说小偷没跑过你，多危险！你要让我走，不让我走，今天我砍了你！哎呀呀，砍了你！哎呀呵，我说你砍我！哎，砍我！你砍我！啊，哎。今天我要不把你送到公安局，怎么样？你能不砍我吗？哎，你不求饶吗？那不行，舍了我了。告诉你，发什么呀？今天我必须红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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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刀子进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他的刀子已经红了。哎，红刀子。小偷也是忍的，我干了一个偷。今天你给我扎出彩虹来。试一试，唰，冲我们就过来了啊！当，保安，别动啊！我来个骑马蹲裆式，我说，啊！你嚷嚷什么呀？有三个意思。这还有三个意思啊？当然了，什么意思？第一啊，长一长自己的志气；第二，灭一灭他的威风；第三，喊一喊街坊邻居。哎呀，喊什么？这么一喊啊，小偷更急了，吓一跳。啊什么？啊啊什么啊啊！你会啊，我也会啊！这傻兔啊！
的志气，第二灭灭我的威风，第三疼疼来。这刀拿得够深的，不是？他一拿啊，我更急了，是吧？我从地上爬起来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我能示弱吗？你不能。我能示弱吗？你不能。能。哎，那老谢我不行，这玩意儿我来个骑马叮当式就来了。啊，你嚷嚷没完了。有三个意思，你们就改三个。第一啊，恨他不学好。第二，恨我胆子小。三，第三，嗯，我替他疼的啊。哎，小时候更急了，冲我可就过来了啊！我说你再次等会儿，这老人喊停，再次等会儿干嘛呀？我哥们啊，什么血型？哎，这你等会儿吧，你聊这个干嘛呀？有用，这有什么用？这叫蒙蔽敌人哦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对了，哦，他回答我了，他还回答，嗯 ，B 型哦，他是 B 型血，怎么你怎么着？注定你就打不过我，怎么打不过？我是 BB 型哦，你是。你让我恼羞成怒。哎呀，你不这样都不好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我紧张。